拿那个衣服，那个衣服打。那个衣服上面都是布满了东西，这拿布啊，到时候还能拍个照。不是这个布太小了，不够那个布。嗯，不是布。咱们家是那款没有，我想知道咱们家里头有没有大布。这块是吗？开始了啊。嗯。这没有什么变化，感觉没有刚刚好看了，有点压瘪了。嗯，开始，先靠凑近看，凑近看，然后再让我们放远点。好，我们再回。